好，大家好，这是番茄给大家带来的皇室沾沾，又到了每天的打怪开箱时间了啊。今天的话还是老样子，因为在版本改之后的全民飞桶已经是变得日益盛行了。当然我们这边很多同学的话也是喜欢那个看番茄用一点比较新式的东西啊。你的来，只要看番茄视频等等来，对不对？你们要的都是什么卡呀？这个我要。那到了我们这边也打了很多的一些他们自己玩的那个战啊，我们都要再看。霸气，果然霸气，威武霸气啊！这个叫请帅帅的切割啊！玩家已经加入其他部落，什么鬼啊？这个同学你等会给番茄一个解释啊！这个同学你给番茄一个解释。好的，气氛还是很浓烈的，还在互相的扯淡，对不对？我们不管他们啊，继续我们的这个啊。对，卡组的话都不知道大家记得吗？飞桶加双绿皮啊，核心就这个，飞桶加双绿皮，然后的话这个投石塔是防守，这个。炸弹兵是二次攻击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可能他会有大块头或者绿皮啊，或者是东西来压一下，白上还是有点傻的，总共的行为还是有点傻的，不管他啊，我们打我们的，就这样。哎，我超雷，亏了，就怼到他一下塔，亏的啊。不过怎么说呢，我们虽然亏了，我白送了一个绿皮啊，就晋升的绿皮，但是他的塔掉血了，我的塔满血。你说这亏的有多大呢？亏了就这么多啊，可以再来一波。他想打这边，我就陪他打这边啊。两级女巫，建个塔防守的话就没问题了呀，对吧？不要那么刚，少年，建个塔防守。照这里走一步，哎，好球，正好可以怼到，可以，好，立马番茄这边配合飞桶走一步，哎，对，好，飞他一个箭雨啊，我觉得还是比较赚的，对啊，我觉得还是比较赚的啊。这边的话，我又耗掉他200点血，虽然比较墨迹啊，我承认啊，飞桶这个战术输出不足，比较墨迹。那怎么办呢？在你那个没有高等级野猪的时候啊，没有那些 combo 很强的时候，我觉得飞桶就是稳赚不赔的。你看番茄现在不就是稳赚不赔吗？啊，第三次啊，这第三次啊，对面不信邪，来个第三次啊。那人都会长记性的，你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同学？对吧，兄弟，你能不能长点记性？不找之前，那我也来过。反正你有剑鱼都有，把你剑鱼先骗出来。剑鱼，我没有看到剑鱼 啊，无所谓。我这里已经目的已经达到了。我抓了。而且这一波我费很多。对，这波番茄的费很多。我觉得这波我是赚的，赚的比前面两波多很多。啊，你尽快速度上绿皮。看他女武神什么时候上，没有女武神你直接投了。有点卡，这他妈又上错了，好，算了，白上，算了，这都不是上，这都不是事儿，这都不是事儿。好，你没看错，这个时候上，看他女武神，女武神什么时候上？好了，我来预判一波，兄弟们，我来预判一波他那个放乱箭的位置，下一波应该是能制胜一波。我上塔没用。好，可以了，差不多，准备好。好，准备好，兄弟们，准备好。好，啊，来，箭雨，不放你是狗狗。啊，哼。还是放倒了，有点偏，啊，你看到了，有点偏。番茄在弯起来的时候是有点弯 ，wonderful。哎呦，靠了，被他炸了一下塔就亏了啊。wonderful，wonderful。好怂啊，你好怂啊。
你知道吗？番茄在说你好神。无论怎么说，无论怎么说，这把我们先合了再说。对面的话太怂了，一点都不进攻。你就这样子卡，你能打得下谁啊？这样的对手，番茄真是不屑于打赢他。这样的对手，你说你能打赢谁？对不对？就这么几张卡，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就不会上点有输出的卡吗？太菜鸡了啊！当然番茄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我们这边打出我们，哎我靠，九级。你知道吗？番茄上2000杯的一个号的话，也才八级。哎呦我的妈！对，番茄呢上2000杯的号也才八级。好了，现在可以防守了。现在就别想着进攻的事了。我的四级的炮台还是攻击力有点抱歉的，只能装模作样一下，只能装模作样一下，其实并没有什么鸟用。上他下面都喷掉了一个，对，喷掉了一个，亏了一个。好，再来一波，再来一波啊，再来一波，趁这个他塔在打我后面的时候，对，来不及了，这样这样，也还可以，还可以。啊，看到没？就这样，就这样，慢慢蹭，慢慢蹭啊！啊，就这种感觉啊，慢慢蹭，慢慢蹭，一下一下慢慢蹭。他如果上个那个也蛮子房的话，又是五费啊，所以这把我不需要，不需要，这把东西并不需要。哎、啊，打这个呀？你傻啊你？啊，又是五费啊，又是五费啊！看到没？番茄一点都不需要，随便你什么时候上蛮子房，反正我只要防守好了，慢慢的怼你的塔就可以，目的达到了。防守好，慢慢怼你的塔。啊，又是个小塔，啊、没关系，让他去啊，这倒无所谓啊。如果你觉得防守不行，你就直接上个女巫呗。对面也看得出来了，蛮子房加那个毒气弹来打消耗的，这其实并没什么。那你知道这其实并没什么。好，这波趁你后面放飞龙的时候，直接一波怼你塔，怼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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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直接一波怼他？还有200血，还有200血，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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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九级，还想想你也是九级的人啊！想想明晃晃你也是九级的人，你咋这么菜鸡呢？九级打的，对吧，兄弟？你九级打的怎么这么菜鸡？好，再来一波，最后一波透气成功。这里透完的话，他塔就爆了，我们防守就可以了。没爆，差一点点，但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一波不行，再来一波呗，对吧？一波不行，再来一波，波波流就是这样子。一波不行，再来一波，没事的，这都不是事儿、他已经开始神了，这个鸟样，我说你们，番茄还能说你什么？虽然番茄说过人之松则无敌啊，我出来。可以，怼怼怼怼怼，再怼一下。啊、你瞧瞧你怎么搞的？啊，不就搞赢了吗？这人之松则无敌，九级你白活了你啊！真的是白活了你啊！啊，第一把的话我们成功获得胜利，也不能这么老是嘲讽对手嘛，是不是？也只能说你不跟着版本走，那只能输啊！好的，番茄已经到了1700分贝的一个竞技场了，啊，没错，这是1700分贝的。这不是不应该不应该叫什么1700分贝，应该是叫1700杯，对吧？应该是杯，他一个箭雨我就投了，这他妈还是放出来了，火球术居然是，对面没有万箭，对面只有火球，换言之的话，我这波筒子嘿，那有奇效，但我担心手加手不足，这波筒子有奇效，对面没有万箭，对面只有个火球，火球已经用掉了，所以我这波筒子果然是有奇效。好了，磨了他四分之一，你没看错，磨了四分之一，又是四分之一啊，又是四分之一，对对对，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永远不进。啊，好好好，磨了没有？这不打我，你说这怎么搞？不过无所谓，这倒不是事，这倒不是事，怂的一毛。现在我看到人立塔的话，我只能给你一个字，怂。
如果在它怂字上面再加个期限的话，就是很怂。真的是这样，没见过这么怂的。你看看你的对手是谁？你的对手是番茄啊，知道不？你们的对手是番茄啊。虽然你可以怂，但你要怂得过我才行啊。屌不屌，兄弟们，屌不屌？急的这个白瞎了，他有火球的，等他火球下来。啊，等他火球下来，你不下火就塔没了啊。对面打的还是很逗的，我不知道对面的想法是什么，但我知道对面是个逗逼啊，对吧？我不知道对面的想法是什么，但对面很逗。哎，这边没塔了。喂？好，这上了啊！对，而且这不算废的，你看，你看，这都不掉废的，我可以在家里继续再来一波防守的。啊，你发现问题了没，兄弟们？发现问题了没？就番茄说的这套卡的话，完全不占你废，你可以一波打完之后，这他妈再来一波，你懂吗？再来一波什么意思？没错，这就是再来一波呀、啊！这波用的特别好的兄弟，接下来继续立个塔防守。如果在甲乙时日的话，他基地掉我都不会掉一个塔。这就是跟着版本走，你们一定要记住，版本更新必然要我们要统治，我们就只能用统治，我们只能跟着版本走。所以说，现在还没有上1700分的同学，可以借鉴番茄这套卡。这套卡其实我那个等级很低，你们也看到了，我的炸弹车才4级。这等级其实已经很低了，炸的掉渣，4级炸弹车别人可能都没有人会用，因为那个，因为我差雷，这怎么搞？好凶好凶！看看怎么防，这波你怎么防？这波凶塔你怎么防？啊，他说他不防就是扛。那没法，你不防你就是扛上了。其实我再来早点上的话，可能血会多一点。这算番茄的失误，对吧？我早点上的话，我这边那个塔就少摸一下，可以少被摸一下。一样是耗一波。它的核心是飞艇，大家看出来了，它的核心是飞艇。那很明显，它只要有飞艇在，我就上个投炸弹那个房子就可以了。那我的核心是飞艇，他的核心是飞艇，不跟版本走。这个版本的飞艇其实并没有那个这个版本的一个飞艇强。不跟版本走，你不输谁输？我对面有剑雨，剑雨已经放了，那就可以大批量的下怪了。应该不叫下怪，下怪这个词有点难听。打不死就好。I'm a prey。不要太自信了。我吐痰了。I'm a prey。I'm a prey， 我挺屌的这东西，我要看出来。这棋子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屌。你看，多屌，真有多屌。没办法，就是屌，这东西人家就是屌。你这你没得黑，对吧？5级的小炮，6级的大块头，就是屌，就一个字可以形容。好了，预判了一波剑，还好放歪了，还给我留了啥？这没得黑，这就是屌，这就是屌。好，这波应该能打回来。好，还要搞事，这把可能要贵啊，因为这把贵，很显然就对面打那种小群怪的能力比较强，短平快，对不对？看就知道这是肾亏啊，短平快。好了，他有剑雨啊，但不需要啊，哥哥知道你有剑雨，那怎么骗他，没有骗到那没办法，就算了。哎呀，快了，这么快，最后两边都搞定了。哎，好快，好的，
这把的话我们算是也不能说碰到克星哦，如果他的卡等级稍微再低一点，番茄的卡稍微再高一点点，跟他持平，这个投石车不是顺躺的话可能还能打啊。而且他的轻小小怪的能力比较强，给大家看啊，他这边有 AOE 两张，一张这个一张这个，这两张 AOE 完全天克我，而且三费的这个难法啊，这不叫难法，三费的兵法的话棋子克我的阵容，就应该说所有阵容都克，所以有钛金卡的人我们打不过一点都不黑啊。我没这个人品开钛金卡，我输给你我觉得很正常，你也不用嘲讽番茄，是不是？话说番茄最近的话老是在被六级五级人吊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一看他们卡组总是有张四旋炮，那个东西好难对付的，那个东西如果不是提前知道心里有点准备的话，那就是一个紫狗蛋啊，那就是狗蛋，就是狗蛋。对啊，你怼了后面的前面的你怎么办？番茄就问你一句，你怼了后面的前面的怎么办？哎，这个对吧，你怼了后面的前面的怎么办？怼了前面的后面的怎么办？我的塔的血是这么好让你赚的吗？番茄的塔的血是这么容易让你们就赚到的了吗？买到你就赚到了，但番茄的血是这么容易让你赚到的吗？没有那么容易，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对，都死好了，GG，哼，GG。那没办法，是得空的，得空的你不行啊，接着刷起来。哦，亚米亚米，终于没有被一波，终于没有被一波，兄弟们。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顶住。话说他有没有什么火球什么的，两波把我带走啊？这把守核都难，按照这个调调来说，对吧？守核都难，这凭什么能守核？再来个大块头我就不支持了，对吧？他再来个大块头我就不支持了。而且这哥布林我只能顶东西守啊，不守的话。不守的话，黄花菜都凉了。这个是能拆掉了，但这个能拆掉的话，我还是守不住家里了。但是现在问题是守不住家里了，我怎么守家呢？对，谁能帮助番茄守住家？我到底凭什么才能守住我家？一下都不会拍到。哎，真没拍到。他还有加时赛呢，不是现在就结束的。哦，啊，原来你不用火球是打不赢番茄的呀。好的，别人的话一心想陪番茄玩一玩，番茄就陪他玩一玩，陪太子读书啊，还是可以的。给番茄看看番茄的野猪，四级了。马上就可以成人了，五级就成型了。我好像什么卡都没有成型，差一张，东差一张，西差一张，1000块，1000块，总不能让我升这两个东西吧？升了也没问题，升了吧，升了就要用了。这样的话可以防苍蝇。前面那波我对苍蝇真的无语啊！如果刚刚一波有这个小炸弹的话，可以解掉。碰到问题就要改啊！这个苍蝇的话就解刚刚的那种情况下啊。但是相应的，我攻击他塔的能力可能会弱很多。对的，没有小雷，这时候多么怀念我的小雷，是不是？这时候有个小雷，丢蹦丢一下，什么都解决了。但没有小雷，没有小雷就要面对事实啊，接受事实吧。地面部队我不需要，最他喵的不需的就地面部队了。还有四级塔真的太脆了，真的四级塔太脆了。不过还好这波没亏啊，这波没亏，看到没？没亏，这波不亏。再来一波。你的 AOE 呢，少年？你 AOE 不丢，他可就掉半血的哦。
番茄刚已经说过了，我们这套卡这个阵容，这个组合的话，输出很低，很低，贼低，极限的低。低又怎样啊？低又如何？低又如何？低低的无所谓的，就是低，就是干的，输出很低。你要咋低？啊，可以，冰冻大块头，冰镇大块头，礼物还不上吗？可以可以可以，好的，再来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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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爽爽！对，对，回掉了啊，就这样子。不防守你就等着带掉塔，兄弟们，不防守你就等着掉塔，防守也没用啊。这飞的话正好呀，因为飞的是番茄算好的，防守也没用。你肯定攻不进来是真的。但你甭管我能不能打下你，你攻不进我就可以了吗？一个小精灵出来，咚咚咚咚咚，有点亏。这是上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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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感觉得好像有点什么地方不太合适。哎，你们觉得呢？我感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合适，你们觉得也是对吧？哎，好像真他娘的有什么地方不太合适。真有什么地方不太合适啊？往死里拆我家的，这算是死里拆家流啊？我指的不是实力啊，是往死里怼家流。我怎么这么能进步的比较？这波怼家他怼的话太贵啊，兄弟们。这家怼家怼的不好，这把太贵了，这样他是不能怼我这边家的。不要管他，不要管他，不要管他，这边是兄弟情。这边怼的不好，他真的要贵了。这怎么那么怼呢？哥们哥，我不管你了，他两个炸弹兵，我就是屌、哦。你打下来。差不多，应该是绿皮加那个无人弹能打掉。那绿皮啊，刚进。他开始解了，开始解了。不解的话，可能就让他老将。哎，不合适啊！我本来赢的局被我打和了。这是番茄的锅，番茄觉得刚刚那波打的不合适啊，赢的局被番茄打和了。我们考虑一下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这边太在意他这边一个残血塔了，我应该放弃他那个直接急攻的想象，先把稳固稳守守住，多费再去打那个残血塔，可能会更好一丢丢啊。那应该是番茄的锅，不说那么多了啊，扛这一把，不能总是活在前一把的阴影里面。当然前一把没什么，没什么，真的有什么？九级的蛮子哦，就是屌。皮卡就是屌，残杀骷髅兵，爽一爽！这他妈怎么搞？你觉得这样就让番茄皮晕了？那太小看番茄了吧？对吧？你这样也太小看番茄了吧？你这个塔怎么守啊？他告诉我他能守。可以。不过他的野猪怎么锤我塔这么疼啊？刚刚发现他的野猪锤我塔好疼啊！这个看好啊！对，就这样子啊！我害怕会被锤两下，一下，这就打两下，一切都是在我计算之中。六级的野猪，怪不得刚刚说他怎么这么疼。想想也是，不然怎么会打这个塔这么疼呢？难不成这一把银狙要被番茄给打和了吗？我不服啊！来，小骷髅，哎，一刀一个，哎，一刀一个，
哎，你怎么这么菜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什么，你怎么这么菜啊？对，你怎么这么菜？感觉这个对手怎么这么菜鸡啊？来，再来啊！三二一，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你看到了没？抱团的怪就是被这样一下子给清光的。这不能叫怪，就抱团的一个兵的话，就是这样会一下子给清光。射射射射射！杰塔。一下都打不出来，哎呀，怎么弄？这个就想打四分圈，西西更健康。来来来，准备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准备。这个想打四分圈，涂鸦啊！好的啊，那我们看是不是最后一个箱子啊？如果是的话，我们就结束了。写菜，现在有个效果，你看到现在打赢了之后，有个最后一个啊，心慌事件，是叫心慌事件吗？有个效果，这八级才能解。我他妈的连八级都没有，我怎么这么水啊？哦，完全没有八级，这个我就不开了吧。啊，开了吧，开了吧，开了啊！番茄舍命陪君子。每天四个箱子还在打的，不要说我一天连四把都赢不到，对吧？你们有的人说反正一天连四把都赢不到，怎么可能？我一天能输个四把已经算是求爷爷告奶奶了。我告诉你，我一天能输四把是这样子，一天赢四把的话，那除了输当然就是赢了。这边对位上来吧，五级的小炮。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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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觉得你亏吗？我觉得你很亏啊，兄弟，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你很亏啊，我觉得你好亏，亏成马、啊。这个不亏，这个得两下就不亏，得两下就不亏。火球出来炸了个，现在上场没费，我领先三费。不过这一把也提醒了番茄啊，对面是有飞艇的，飞艇是会偷鸡的。用飞艇的人都喜欢偷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番茄用飞艇，但番茄不偷鸡。正面轰炸机啊，就我那个是航空飞艇。不要现在很多的飞艇都是热气球，那种飞艇飞上去的话，什么那个？什么意思？你还有 LE 吗？不要加 LE 吗？不懂，什么那个鬼鬼？还有这一锤子，啊、好好丢了一个东西，真的。什么那个鬼鬼？晚点上的话，可以让他那个 CD 稍微不是，维持时间稍微长一点点。等你们懂，这番茄就不多说了。上的越晚，他那消耗时间不就越短吗？那维持时间不就越长？哎呀，什么那个鬼鬼？你连摸一下都摸不到。我的愿望就是想摸一下那个塔。好了，现在还是有点墨迹的，还是有点墨迹的，我需要那个慢慢来。这东西急不来，急不来。千万别急，急不来啊！他刚刚放了毒了，你再毒我一番。哎，番茄就不信了，你再毒我一番。还再毒我一番。哎，漂亮，打掉。哎，这个不信了，你再毒我一番试试。哎，这剑雨其实放了一个毒。那我还真不虚，兄弟们，那我还真不虚你。如果你是准备这样赢番茄的话，这样赢番茄的人的话已经死完了，都是。你就凭你这两下就想赢番茄，不可能的事。什么那个？下一个野猪是不是来了？这是不是野猪？不然野猪不会死。火球术，哎，疼，来再吹。啊，你这样就想赢番茄？啊，你这样就想赢番茄？你确定这样就能赢番茄？啊，最后一个，万箭齐发。
哎，好的啊，虽然我们这边墨迹了一会儿，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版本要求我们用飞要求我们用飞筒用筒子，我们就该尊重版本用筒子啊。这一套卡上一天起完全没有问题啊。我刚怎么直接掉下来了？我输过几把？平的，输了一把，两把，今天输了两把啊。嗯，输了两把，今天一共就输了两把啊。好了，今天一共赢四把，输两把，75%以上的胜率啊，80%以上的胜率，90%以上的胜率，90%以上的胜率啊，不对，应该95%以上的胜率啊。好吧，那今天录到这里结束了，大家下期再见，拜拜。